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新台湾 TV 168主播周莹。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抽烟的朋友们，大家都知道抽烟对身体的危害有多大，除了影响到健康，还会影响到什么呢？一起来看看下面这则短句，我们一起来探讨。科长，这样公告栏有新公告。哎呦，真假的？来看一下。太好了，努力没有白费哦！恭喜科长，我就是那个即将升官发财的陈三言。啊，恭喜科长！没事没事，大家继续。好羡慕哦。去哪？去呼吸新鲜空气啊。好。我叫陈三言，美女，请问您是？新的女主管，会不会是她？会这么巧吗？有异动，我已经 email 给你了，再麻烦你重新打印张贴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我生气了，好后悔抽烟哦。没关系啊，今天晚上没有空，我请你们吃饭。好啊，不好意思。我没空哦。我也没空，你们吃吧。好。从上面的短片看来，吸烟有碍健康，也可能有碍生涯规划。希望还在抽烟的朋友们能多为自己及家人着想，早日戒烟。影片故事还没完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